Thank you.
销售是30万，但是事实上可以达到80，所以我们事实上收入就是到10万。好，可以吗？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啊。第三题是这样的哈，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这样。他说啊，原价在这里哈，原价。那么原价呢，要乘以本子的折扣，答案呢显现在这里。好，那么呢，所有的每一个产品的原价呢，通通都要乘以它，然后呢显现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注意了哈，它为什么跟上面题目有所不一样呢？因为呢，假设我举例子哦，来，请看哦。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来做，按照正常的方式来做，我点到这一个以后，我们打开